是否为了他们心潮澎湃？你是否因为他们无比自豪？浩瀚的宇宙，它有多高，它有多远？外太空中是否真有生命存在？月球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无数的问题令人着迷，不懈的探索激励着中国航天不断辉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人就见证了他的历史。他没有航天员那样的名气，可他的事业却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航天成就紧紧相连。不过我们今天的故事并不是从他的辉煌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想从一段大家很难见到的珍贵视频开始。这段画面是从2013年底才对外发布的，它拍摄于1974年11月5日酒泉卫星发射场。这是我国试验发射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升空20秒的时候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当时我只有29岁，看到这一幕时我的心情就像破碎的火箭一样难以名状。从1970年开始，我参与了这颗星的研制，这是我第一次到酒泉卫星发射场，也是第一次看卫星的发射。发射前有一位空军军官还告诉他的士兵，卫星上去的时候大家要鼓掌。可是没有想到，士兵们的掌声还在继续的时候，火箭就爆炸了。刚刚为我们回忆这段往事的，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唐伯昶。照片上，站在发射塔旁边的人就是唐伯昶，1946年出生，湖南长沙县人。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现在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从事返回式卫星研究。所谓的返回式卫星，顾名思义，就是发出去还能回来的卫星。从刚才我们提到的，也就是1974年试验发射失利的那颗返回式卫星算起，到今天，我国一共进行了25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而唐伯昶一颗也没有错过。2018年，72岁的唐伯昶被邀请上了中国科学院的 SELF 格致论道讲坛，分享了他与返回式卫星的点点滴滴。我们有2个发射区，左边这个的话呢是一个老发射台，到那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去过的同志，大家可能一定要去参观一下那个老发射台。那个老发射台的话呢是在那个酒泉发射场的叫做2号地区。如今走在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航天城里，所有的人见到唐伯昶都会叫他唐总，但是这个总所指的含义可不是什么老板，他是我国第四代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也是第5代返回式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头衔很霸气。但就是这位霸气的唐总，在回顾我们节目开头那段过了44年的往事时，心情依然沉重。当年为了这颗星，中国的航天人花了8年的时间，爆炸的那一刻，8年，成千人的心血化为泡影。上世纪5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制2弹1星的战略决策。其中的一星指的就是
人造卫星。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启动，国家的国防事业急需用人，很多立志报国的青年人选择了这一行，唐国昶也是其中一员。唐国昶从小家境贫寒，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让唐国昶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好转。幼小的唐国昶对新中国心存感恩，高中时唐国昶爱上了诗歌和二胡，但是唐国昶心里很清楚，这些只能是爱好，他真正的志向是学习一门祖国急需的专业，报效祖国，建设祖国。1965年，19岁的唐国昶怀揣着对国防事业的一腔热血，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航空专业。成为了大学生的唐国昶，也把自己的诗词爱好融入到了他的梦想中。我们这里有一首1966年唐国昶写的诗，名字叫《七律·送军事工程学院》，是这么写的：今天学校钻科技，明日国防立战功，字里行间仍然透露着学生时代的稚嫩。但不用我们细说，您也能看得出来，这篇诗作浸润着唐国昶要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当然，那个时候的唐国昶对于航天、对于卫星还没有真正的概念。直到1970年，一曲《东方红》走入了唐国昶的内心。点火！点火！收音机里传来的这首《东方红》，是唐国昶对中国航天产生的第一印象。这是中国人民的大日子，继两弹研制成功后，中国的一星也完成。大气磅礴的《东方红》伴随着卫星上天的喜悦，一时间让唐国昶热血澎湃。那个时候，唐国昶24岁，正和同学们分配。他想，要是将来毕业以后，可以去做航天，那是多么事情。幸运的是，唐国昶的梦想最终照进了现实。而当唐国昶深入到这份工作中时，才真正知道，想把一颗卫星发射上天，让它在太空中工作，这当然很不容易。而更不容易的，就是还要再把它收回来。这个是我们返回式卫星的模型，大家看，它看起来的话呢，跟其他的卫星是不太一样。这个卫星的话是由两个舱段组成的，一个是仪器舱，这边是返回舱。发射的时候，卫星和运载火箭连接。发射入轨以后，整个卫星绕着地球转，到完成在轨的任务以后，仪器舱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里面的有一个自动火箭发动机点火，使我们这个返回舱返回到地球，到一定的高度打开降落伞。仪器舱呢就在大气里面飞行，到一定的时间呢就自由坠毁到大气。很多卫星呢是不具备返回这个功能的，像东方一号卫星已经到了寿命，可是到现在还在轨道上运行。
当然像通信卫星、地线卫星等等它也不要回收，但是呢反回收卫星进行飞行试验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成果带回地面，比如说照相。上世纪数字传输系统还不发达的时候，拍照片成为了返回式卫星的基本用途，用于监测土地、河流、绘制高精度的地图等等，这对工农业和国防建设大有好处。而更为长远的打算就是，返回式卫星的技术突破了以后，就会给载人飞船打下好的基础。因为返回式卫星和载人飞船的技术有共同之处，返回式卫星不仅仅承载着国家的现在，还关乎国家的未来。因此从1966年开始，中国的航天人也开始了对返回式卫星的研究工作。可是谁也没想到，我国试验发射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却出现了我们片子开头的那一幕。虽然这次的失误不在返回式卫星的工作人员，但是沮丧的心情所有的航天人是一样的。爆炸的那一刻，很多航天人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当场痛哭。但正如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指出的，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有异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中国的航天人也有同样的豪情。1974年冬，当唐波厂和他的同事们在为试验发射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忙碌的时候，北京西三环的一栋宿舍楼内，一位身怀六甲的年轻女人正独自坐在桌前写信。她就是唐波厂的妻子张玉琴。在发射之前，唐波厂的妻子张玉琴就已经怀孕了，任务已经下达。唐波厂虽然不舍，却也不得不把妻子一个人就留在了北京的家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张玉琴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做家务。思念丈夫的时候，只能靠写信来表达。张玉琴和唐波厂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毕业后又一同被分到了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总体部。学生时代两个人并无过多的交集，成为同事之后，他们才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唐伯厂会拉二胡，会写诗，而张玉琴喜欢唱歌。在北京的日子里，两个青年就这样心心相惜，走到了一起。丈夫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一走就是两个月，张玉琴没有丝毫的怨言，她坚强地宽慰着丈夫，别灰心，咱们继续努力。因为她也是航天人的一员，深深地理解这份工作的使命。家成为了唐波厂最温暖的港湾，而好消息也很快冲淡了她的哀伤。1975年的正月初三，在新年的鞭炮声中，唐伯厂的儿子出生了。唐伯厂给他起名为志昂，意欲斗志昂扬。不过休闲的时光还是很短暂的，不久新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由于试验发射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失利，第二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任务就更加繁重。卫星研制的时候，唐波厂大部分的时间还都是在北京。不过妻子也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夫妻二人谁也顾不上嗷嗷待哺的儿子。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在了唐波厂的面前。这位雪中送炭的人就是照片中的这位老者，唐波厂的母亲王凤英。
在唐伯长的印象中，从年轻的时候起，每天母亲天不亮就要起床，他做饭、洗衣、打扫屋子，之后就要去队里下地干活，晚上回家又要照顾孩子、纺棉花、缝衣服、做鞋子，直到深夜的十一二点才能休息。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明白事理，懂得儿子和儿媳在做的是怎样的一份工作，而他能干的就是不让儿子和儿媳有后顾之忧，所以老人家来了之后就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身教甚于言教，母亲吃苦耐劳的品德也影响了唐伯长，他也成为了母亲那样的人。一别北京到酒泉，杀母亲误死昨年，炎炎赤日烧戈壁，滚滚黄沙蔽日天。这是唐伯长在1992年写的《七律诗·发射场记事》，回忆了当年酒泉发射场的种种情形。酒泉发射场是唐伯长走入航天岗位之后最常来的地方，而且常常一待就需要一两个月。研制完成的返回式卫星需要运到这里进行发射。用他的话来说，酒泉卫星发射场是他的第二故乡。西北的大漠人烟荒芜，夏天这里就如同烤箱一般，即使坐着不动也汗流浃背，而到了冬天，这里的气温是零下一二十度，人在发射塔上工作常常冻得浑身发抖。工作的辛苦自不必说，可是下了班之后辛苦仍然在继续着。唐伯长第一次来到发射场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厕所都是在外面，而且还是一个个简易的小屋。第一次吃基地的伙食，他发现馒头特别的粘牙。原来酒泉地处内蒙古高原，气压低，馒头很难蒸熟，捏起来就像是橡皮泥一样。您就可以想象这种馒头吃多了会怎么样，难受是肯定的，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吃饱。为了一颗卫星上天，很多看起来特别美好的事情，其背后所遇到的艰难不胜枚举。而更难想象的是发射塔上的工作，不仅仅是艰苦的，有时还是有着生命危险。唐伯长最初的工作是卫星的总体布局，负责卫星的安装操作设计。研制卫星时，唐伯长是在北京，而在发射前，唐伯长则需要登上发射塔完成工作后才能走下发射塔。发射前，整个火箭内承载着几百个爆炸装置，几百吨烈性燃料，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而发生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而这种事情在国外是出现过的。1960年10月24日，苏联东方号飞船准备发射时出现故障，发生爆炸，连火箭司令在内的54名航天精英就此葬身火海，连尸骸都化为灰烬。这个事故航天人自然都听说了，但是报效国家是唐伯长这一代航天人最大的梦想，所以即便脚踏着几百吨燃料，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们还是泰然处之。唐伯长同样如此。在对妻子说起苏联的那起事故，说起自己在塔上的风险，唐伯长最后是这样叮嘱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1975年11月26日这一天，我国第二颗返回式卫星马上就要发射了。唐伯长和同事们在塔上仔细地做了最后的操作，走下了发射塔，再次来到几公里外的地方，成败在此一举。
这是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我们栏目提供的影像素材。唐伯常的诗中是这样描写的：建土千寻雁，星航万里空。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载着中国第二颗返回式卫星吞云吐雾飞向万米高空。这一次人们终于可以鼓掌欢呼。从1966年开始，他们已经等了9年。三天后，也就是1975年11月29日，中国第二颗返回式卫星载着丰硕的成果落到了贵州省六支特区营盘公社坡子大队，成功回收。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这是历史性的飞跃。但是第一次的成功返回并不是完美的，首先它的落点偏离预定的地点，其次它的返回舱被摔破了。但无论如何，我国首次获得了太空拍摄的胶片，这就是一个成功。这是我们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资料部门提供的一份档案，这个呢档案是我当技术员的时候参与绘制的一份卫星新地设备连接总图。这一张呢是表示我们的卫星星上设备和地面设备接口连接的一份原理图，都是我们用手一个点一个点一条线一条线的画下来的。有一句话叫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画这个图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出错。如果出了错的话，我们要拿刀片剪那个错的地方，把它刮得干干净净，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张图纸的正确性。除了电车星地连接总图以外，这里还有我写的一本电信能测试细则。这本细则的里面有100多页，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计算机还没有普及，打印这些的话呢都不方便，所以这些细则呢都要通过我们用手一页一页的写出来，然后再进行复印。像这样的细则还有4本是其他的同事写的，这里面这些文字都是写的非常的工整，要错了一个字可以稍微刮一刮刮干净，要是错了一行的话，我们整个这一页都要重新再写。这一份细则我断断续续的花了1-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些工作成果是我们航天人熬了无数的夜换来的。卫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修改，所以呢图纸越堆越多，文件也越摞越高，直到这些图纸和文件的重量差不多和卫星一样重的时候，卫星就可以出厂了。在这群执着认真的航天人共同努力之下，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返回式卫星逐渐克服了种种不足，返回式卫星的落点逐渐准确，归来的返回舱越来越完好。10多年的时间里，唐伯常的女儿唐蔚出生，她和妻子的脸上多了些许皱纹，而唐伯常也已经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为了总体主任设计师，朋友们对他的称呼从小唐变成了老唐。而唯一不变的是唐伯常和妻子张玉琴10几年如一日的繁复工作。然而困难不期而至，有一段时间唐伯常的女儿唐蔚腿摔成了骨折，不巧的是唐伯常又去了酒泉发射场出差，女儿的遭遇让唐伯常心急如焚，可新的一颗卫星还在等着发射，他没办法离开。当时呢，然后我母亲立刻就找了一个她的同事把我妹妹呢就是用那个三轮车拉到了积水潭医院。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呢住在一个那个砖混的一个6层的一个楼里面，住在4楼，那个没有电梯，所以大概可能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吧，就这个恢复期
我母亲就每天都背着跟她体重差不多的女儿，然后上下楼很多次，非常非常辛苦。妻子对这个家庭的付出让唐伯昶深感内疚，但同为航天人的张玉琴依旧毫无怨言。万般无奈之下，唐伯昶再一次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到来让唐伯昶夫妇感到了些许踏实，这位善良勤劳的老人把家中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对儿女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一天的晚饭后，原本加班的唐伯昶回家拿一件东西，打开门的一瞬间他呆住了，只见母亲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打瞌睡。我母亲到北京来的时候，没有熟悉的人，也不识字，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当时唯一的一个娱乐方式就是看看电视。可是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他愣是把这唯一的消遣也戒掉了。每天晚上他做完所有的家务以后，母亲能做的就是坐在沙发上等我们回家，一直等到睡着。而这样的瞌睡他一打就是好几年。唐伯昶的母亲那时候已经快70岁了，望着头发花白神情疲惫的老人，唐伯昶感到了一阵阵的心酸。怎么才能让母亲少操点心呢？当然是要他的晚辈们好好的快点成才。因此面对儿女，唐伯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唐志昂、唐卫，你们要好自为之。这个好自为之是什么意思呢？用唐伯昶的话来说，就是要个人做好个人的事。当然这个好自为之也是对自己和妻子说的。唐伯昶一直信奉的教育就是身教胜于言教，他明白自己要给儿女们做个榜样才行。1994年7月18日，我国第16颗返回式卫星即将发射，这个时候的唐伯昶已经是副总设计师了，可他丝毫都没有架子，常常和年轻人打成一片。虽然他并不需要登上潜伏着危险的发射塔，但是他还是愿意走上去指挥着年轻人完成发射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在唐伯昶任副总设计师的日子里，中国的航天其实正处在低迷阶段。90年代初，其他型号的卫星有不少发射失利，在返回式卫星的领域中也同样出现了失利。1993年的一颗返回式卫星就在太空中失了控，找不到返回的路。而1994年的这一颗返回式卫星会怎样，谁也不敢预计结果。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的戈壁滩格外的美好。发射完成后，唐伯昶也带领着队伍装好设备，准备下一步的工作。卫星的成功发射只是一个开始。第二天凌晨4点，唐伯昶带领着团队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直飞西安测控中心，随后分成2拨人昼夜不停地监测卫星。巨大的工作压力让唐伯昶常常失眠，有时候需要吃药才能缓解症状。直到15天之后，这颗卫星终于平安健康地返回了地面。它的成功也给一度低迷的中国航天带来巨大的鼓舞，航天界将之称为龙抬头。有了父母的示范作用，唐伯昶的一对儿女也真正做到了好自为之。1993年，唐伯昶的儿子唐志昂考上了清华大学。1997年，女儿唐卫考入北京大学。
妻子张玉琴也成为了我国计算机数据管理系统的开创性设计师。而自1994年之后，随后的两颗返回式卫星都获得了成功。连续三次，唐伯昶和大家一起举起了他们的返回卫星之龙。唐伯昶一家人真正做到了好自为之。正当唐伯昶在返回式卫星的领域得心应手的时候，他又遇到了人生的转折。事情起源于1998年，那个时候唐伯昶被调到载人航天的项目中，并担任神舟一号的副总设计师。1992年1月，中国的载人航天开始正式启动，代号921工程。中央要求1998年要在技术上有一个大的突破，1999年争取飞船上天。因为返回式卫星与载人航天有着基本的相似度，1997年51岁的唐伯昶成为了神舟一号的副总设计师，研制神舟一号飞船，并要带领队伍做神舟一号与长征二号 F 火箭及发射场的几个大系统核链测试和飞船的逃逸救生测试。照片上这位身着工作服的女士名叫王进荣，1998年还是一位小姑娘的她，担任了神舟一号飞船逃逸救生测试的现场指挥。由于是初出茅庐，唐伯昶必须要带一带王进荣。唐伯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周围已经渐渐地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庞，他们朝气蓬勃，头脑智慧，将来会是中国航天的中坚力量。此时的唐伯昶已经年过半百，他觉得也许已经是时候把目光放到中国航天的未来中去。3、2、1，加油，准备。1999年，我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发射的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起飞了。然而当神舟一号成功返回时，为他的成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唐伯昶却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万人瞩目的舞台。他被调任我国第四代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并且同时进行两个型号的卫星设计，熬夜加班只增不减。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要让两份工作有条不紊地齐头并进，并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科技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从2000年至今，唐伯昶亲自培养了李延东、白明生、王永富、赵慧光、李春华、倪润丽和戴维旭七位年轻才俊，成为返回式卫星的副总设计师。如今，他们也成为了航天的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而当年，那位年轻的姑娘王进荣，也已经是测试中心的副主任。唐伯昶不仅仅培养年轻的航天人，他还会到中小学去科普航天知识。2018年，唐伯昶登上了由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与中科院传播局主办的科普讲座平台 SELF 格致论道讲坛，这是中国科普的至高平台。唐伯昶在这里分享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种种不易。84年，我们这个卫星回收的时候掉到水里去了。还有一个就是04年，我们发射两颗卫星
其中有一刻鲁道人给屋里去了，里面的成果这些都没受到影响。事后的话，当然按照我们卫星回收的这个规定的话呢，给我们的老百姓进行了房屋的这个补偿，进行这个维修。在我国航天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已经成为了航天大国。2003年，我国的第一艘载人飞船成功上天并返回，至今已经有14人次的宇航员飞上了太空。2004年，中国开始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如今嫦娥三号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月球软着陆和巡视探测任务。2016年9月15日，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也成功发射。而载着他们飞向太空的长征运载火箭已经有了4代17种型号。与此同时，返回式卫星的领域同样成就非凡。2016年4月18日，中国最新的一颗返回式卫星实践10号成功返回。70岁的唐伯昶就是实践10号工程的总设计师。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返回式卫星不仅仅用于拍照，如今它更多的用途在于做科学实验，监测在微重力环境下植物动物的状态。而这颗实践10号就是我国第一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什么是微重力呢？其实就是在太空中时钟的一种感觉。在地面上，我们坐电梯啊，或者是坐飞机上升下降的时候，都会产生瞬间的时钟，那就是微重力。不过呢，在地面上产生的微重力只是很短，比如说1-2秒。如果要是进行长时间的微重力条件下的试验的话呢，那就要通过卫星到天上去以后形成一种微重力的条件。这就是我们返回式卫星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我们来看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呢是在实践10号上的小鼠胚胎进行试验的照片。第一张是发射以前的状态，第二张的话呢是我们巡上的这个状态。明显的看出小鼠胚胎在太空怀孕了，这呢就预示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生命有望在太空得以延续。在世界上，这是第一次改写了人类的科学史，和成就这一切，返回式卫星功不可没。2018年7月6日，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各部门的帮助下，我们有幸跟随着唐伯昶，亲眼见证了这颗改写了人类科学史的实践10号的返回舱。这一个是回收舱，回收舱呢，那就是把这个底盖可以拿下来，上面这个头壳也可以打开，把仪器设备呢装到里头。这一个烧不掉，为什么呢？它只烧外面这一层，不会把里面烧坏，里面还有金属。如今面对着已然成为历史的返回舱，唐伯昶总会滔滔不绝。看待返回舱，唐伯昶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子。航天卫星已然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核心岛，心底绕，慢一双脚，忘其烦恼。好，好，好！葡萄酒，茅台酒，卫星左右龙抬手。金秋岛，甲寅报，四年征战，六星高照，秒。妙妙！这是唐伯昶在2006年写的词，写的是他在总设计师这个岗位上4年之内连续发射6颗卫星成功之后的心情。看得出来，这个岗位虽然苦，虽然累，虽然也有很多的烦恼，但是他打心眼里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2000年，唐伯昶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2005到2010年，唐伯昶被评为
国防系统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唐某厂以我国18颗返回式卫星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得了中国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48年的时间，唐某厂参与了25颗返回式卫星和神舟1号的研制。如今，72岁的唐某厂老当益壮，仍然活跃在中国返回式卫星的舞台，为返回式卫星充当顾问。每天，人们依然可以在航天城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不知不觉间，唐某厂所在的单位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已经走过了50年的春秋岁月。在这里，唐某厂度过了他48年的美好年华，也见证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砥砺再到辉煌的历史。2012年，唐某厂的母亲王凤英因病去世，这位老人默默地支持着儿子的事业，一直到生命的尽头。2016年，唐某厂的妻子张玉琴因病去世，生病前年近70的他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在航天城，像唐某厂夫妻这样的航天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每个人都为了航天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一生。曾经有人问过唐某厂，老唐，你这样看有啥意思，生活的一点儿也不潇洒。唐某厂的看法很简单，我第一次学二胡学的就是东方红，我最喜欢的就是东方红中间的那两句，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其实我也很热爱这样的生活，在花香鸟语中写写诗，拉拉琴，种种菜，但是我最后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原因就是我喜欢上了航天。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像我一样家境贫寒，如果生活在解放前，吃不饱饭不说，是很少有机会读书的，更不要说上大学了。新中国成立给了我们新的生活，让我们像个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我心存感激。为此，我愿意放弃那些潇洒的生活，并且愿意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终身奋斗。秉物寻回又秉身，古稀郭上全秦，星传念武挥千载，国将三回值万金。赞曲诗词为爱好，人生足迹见诗文，二胡演奏云追月，千米连游到八旬。这是唐某厂在实践10号卫星成功返回后写下的诗。更多的时候，他会陪着孩子们，弥补着年轻时无法陪伴儿女成长的遗憾。在他们面前，他就是个老顽童，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爷爷，普通的姥爷，而他也会跟他们说说航天的那些事儿，那些人。